Jessica 在2020年出道后，火热的人气迅速席卷了全世界。然而，即便女孩们有着非常优秀的实力，公司却几乎不给她们展现更好的机会，也让许多粉丝们感到惋惜。连 Aespa 来到 Encore 大打歌，没想到女孩们竟然久违的开了麦，超强的歌唱实力终于有地方抒发，直接让所有人都被演出彻底征服啦。这次的回归真的非常精彩，期待女孩们未来能够再取得更多的成就吧。